几天没有生意了。要一直这个样子，皮肤也苍老了许多，一直这个样子都不好看了呢，皮肤都不像以前那样嫩了。老板快点下来，接不接生意了？来了客人，稍等一下。我知道你是当地有名的灵魂收割师，我发现我的家里有个怨气的鬼魂，请你帮忙一下。正好怨气重的鬼魂可以让我的皮肤变得滑嫩呢，先走了。我家是蓝色的别墅，三楼，谢谢你了。知道了，我的皮肤一会就可以变嫩了，不知道是什么等级的，最好是三级，三级我就可以升级了。居然是个二级鬼魂，还不错，和我走吧。不要待在这了，伤及无辜。我要把你的精华提炼出来，滋润我的皮肤呢。告诉下顾客吧。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谢谢你给的精华。去找一点地窖吧，不知道我贡献的前辈把精华吸收完了吗？祖先们，小的来献祭了，希望我的皮肤滑嫩，我的生意越来越好。去献祭一下吧，看看有没有人幸存了。去给他们献祭吧。居然放不进去，难道牢笼等级低？这就是二级的牢笼啊，他三级了，为什么我还没有升级？可能是他道行太少了。你就在这里待着吧，谢谢你让我吸收呢，还要我这里只有恶鬼可以进，好鬼我是看不见的。快点走吧，别被发现了。好困，睡一觉吧。谁要给我发消息？